来自卯宿星信息。问候你们，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亲爱的地球人。带着感激和爱，我们卯宿星集体前来迎接你们。一、卯宿星的米拉，人类未来的巨大变化和欢乐。通灵，银河少女。问候，您好，我是来自卯宿星高级委员会的米拉，也是地球委员会的长期成员。我们监督所有重要的事情，尤其是现在在地球上发生的扬升过程，全职与地球委员会合作。我们感谢您的辛勤工作，并钦佩您所做的出色工作。我们希望你知道，你受到严密的监视，一切都在按照神圣的命令和计划迅速进行。我们并不了解神圣的整个计划，也无法为你们显示任何日期，但我们可以说，日期和时间正在不断变化，因为你们的扬升速度比之前预期的更快。你们比你们的身体以前能够处理的更加沉着的持有光之代码，并且你们正在向我们，向宇宙和你们伟大自我的其他方面辐射越来越多的光。你们这些亲工们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我们希望它看起来更轻，感觉更轻，让你的团队来协助你，与你一起承担重担，也许你会发现负担很轻。更高维度的能量是光，是光之代码，你的身体可能开始变得更轻盈，感觉更轻。你们中的许多人正处于减掉不必要的体重的过程中，因为你的身体不再需要那种感觉可以保护自己免受能量冲击和变化的缓冲垫，但现在随着你的内部身体更加协调，外部脂肪层曾经有力的充当保护层的那些东西可能会脱落，你可能会注意到你的品味正在随之改变。周围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不是一个无聊或自满的时代，而是一个兴奋和坚韧的时代。关于这一次，将会有很多故事被说出来。我米拉正向你们简短地透露，我爱你们，我对这个计划怀有极大的温柔，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过去的朋友和家人。我们在无时间的时间场域里，我们不会老去，我认识你们许多人的灵魂已有数千年之久。今晚，我因这位人士，可能是指传导者银河少女的要求前来，尽我所能提供鼓励和最新消息。当然，有很多东西我不能分享，但有很多东西我可以分享。朋友们，我认为自上次与你们报告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你们所散发的能量氛围。我们看到更多来自地球的光从你们身上散发到我们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光之持有者持有更多的光，并更加自信地闪耀绽放光芒。无论每个人是否准备好，扬升都会发生。无论谁在下面的任何政治舞台上负责，它都会发生，你们明白吗？这是无法阻止的。光、行星、宇宙的占星学正在密谋，让造物主的意志得以落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和改进。地下基地已被清理得更加干净，只剩下几条隧道，但我们拥有其他人没有的技术，我们热衷于利用这项技术来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并最大化成功的结果。我相信您会很高兴从我们的荧幕一侧看到我们的进展。今晚你不加入我们吗？你的卯宿星家族就在这里等你，就像你的其他许多太空家族血统一样。你永远不会孤单，离他很远。你受到高度关注。另一个被压缩的项目是你表现的时间框架。
现在更加及时，所以要小心你的愿望，并为奇迹敞开心扉，因为他们正在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未来的巨大变化和欢乐。我们日以继夜的孜孜不倦的工作，以确保您成功完成扬声专案。我们深爱着你们，并热诚为你们服务。我是米拉，向您致上我所有的爱和支持。你们在很多方面都让地球变得非常特别，随着你们的进步，你们会知道这一点。让你的灵魂引导你完成扬声。我们正在共同创造历史，我们将有很多值得庆祝的事情。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代，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很快，你们就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神奇而完美的世界里。我们将会见面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来自卯宿星高级委员会的米拉祝福。I am Myra from the Pleiadian High Council.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二，卯宿星的卡拉，按照承诺走到一起。通灵，詹姆斯和乔安娜麦康奈尔。问候，伟大的地球之友。亲爱的光之存友，向大家问好。我是卡拉。在这个时刻，确实是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我来到了你们身边，尽管你们可能会发现越来越难继续前进，继续前进，继续相信所有人所做的承诺。已经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是的，光明已经胜利了。你只需要继续前进，继续活在当下。当你继续这样做时，你会发现你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这个伟大的普遍计划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个部分比你现在想象的还要大。因为正如很久以前对你们自愿来到这里的人所承诺的那样，一切都在聚集在一起。在地球上的这种进化模式和程序中，在数百甚至数千生之后做出了承诺，有一天你们会发现自己，所有这一切都会结束。因为三维任务最终崩溃了。你就在那个点上，萨南达大师 Sananda 已经到达终点线了，你就在这儿，就在那里，你发现有时很难继续前进，就像你跑了一场马拉松，一英里又一英里的挣扎。然后你看到了终点线。它会把你推向极限，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达到极限了。现在只需要肾上腺素激增。肾上腺素就是能量，就是进来的能量。是的，有时会很困难，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自己很久以前就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远远的观察，并尽可能的提供帮助。我们无法为您跨越终点线，我们无法为您参加比赛。你必须继续跑比赛。对于任何比赛来说，都有一个终点，有一个终点线。正如您多次听到的那样，一旦您跨过终点线，由于您各自的身份，您很可能会转身并帮助那些落后的人，他们可能在这些能量和肾上腺素方面遇到更多困难。你将在那里伸出你的双手并帮助他们，即使需要，也可以携带他们。很多很多人注定要跨越这条终点线，他们注定要扬升。不只是你们，你们中的那些人，还有许多追随你们的人，以各种方式追随。正如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 为弥赛亚耶稣 Yeshua the Messiah 铺平道路，然后他的弟子们也跟着他，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多少也是这样。你们，
你们每个人都是施洗约翰，你们每个人都是引路人，为基督议事和掌握铺路。你们当中那些能够承载基督议事的人知道，这对你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崇高的行为，处于这个位置。但此时请把自己想象成约书亚大师 Yeshua 的门徒，想象一下你自己扮演的角色，继续前进，一刻又一刻。在这些时刻之一，所有真相都将被揭露。我是卡拉，我现在离开你了，平和与爱与你同在，让你继续为这个目标而努力。现在不要放弃，结局终点线已经如此接近了。 Kara 的通灵会议结束。来自卯宿星团卡拉使者的祝福， Kara，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三，卯宿星光之议会，超越幻象，来自环球灯塔的博客。祝福，我们是卯宿星光之议会，我们很高兴今天与你们交谈。今天，我们希望与你们谈论如何揭开遮蔽你们双眼，看不到现实真相的面纱。纵观人文历史，人类的存在一直与操纵和干扰的黑暗交织在一起，因为邪恶的力量试图篡改你存在的本质，你的 DNA。这种阴险的干预给你感知现实的跨维度本质的能力蒙上了阴影，将你限制在幻觉中，限制在第三维度的范围内。这种操纵的结果影响深远，将真相笼罩在欺骗和诡计的面纱中，逃避你的意识。然而，一种震动转变正在发生，很快就揭开了长期以来笼罩你视野的面纱。随着这种转变的展开，困扰你的幻象开始消散，揭示一个充满许多不同振动存在的现实，这些存在超越了你目前感知的界限。这些领域内居住着更高和更低振动的生命形式，只是在你人类视角之外。居住在较低维度的实体就像寄生幽灵，以较低频率振动的人类发出的情感、负面情绪、能量和反应喂食。这些生物包括爬行动物种族 Reptilian， 译作爬虫人或蜥蜴人种族，是目击事件中出现的外星人之一。 Matrix 种族也称为高灰人、皮行者，也是众所周知的，以及他们的许多爪牙、仆从。他们赖以生存的能量被称为 Lush， 是人类在创伤和恐惧时刻发出的超维度能量，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为所有这些被称为执政官 Archons 的寄生生物提供食物。在古代文献和传说中，这些生物经常被描述为恶魔或精灵，他们阴险的存在一直影响着你们的集体意识。这些存有居住在较低的第四维度，也就是所谓的虚空之中。随着地球震动的上升，人类正被从这些黑暗存在的控制中解救出来。一旦你被提升到更高的第四和第五维度，他们将无法影响你。地球震动的提升不会伤害这些存有，因为他们并不居住在物质领域。因此，需要将地球和人类提升到更高的维度来帮助你们逃离这些寄生虫。在与你们的物理现实共存的看不见的维度中，无数积极的存在也与人类并存，每一个都有其独特的本质和目的。精灵以其空灵、泛指、以太的美丽和神秘的存在，是自然的守护者，促进自然世界的和谐与平衡。来自元素王国的许多迷人生物，如龙和独角兽，也存在于幻象之外，它们都充当着以太、土、空气、
火和水的管家，确保你们星球的微妙平衡。当面纱从你的眼睛上揭开时，它们也会变得可见。此外，超越感知面纱的是你们的许多星际家族，超越幻象的天体联系，提供来自遥远宇宙领域的爱和指导。这些天上的亲属以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守护着你，用宇宙智慧和无条件的支持照亮你的道路。他们的存在提醒您与浩瀚宇宙的永恒联系，为您的旅程注入宇宙意义和目的。在幻象之外，还有那些用无形的手引导你、保护你的人，他们是你的灵性导师和守护天使，是在你寻求灵性启蒙的过程中与你并肩一同行走的天上伴侣。尽管看不见，但在同步性、直觉和神圣干预的时刻，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存在，轻轻地推动你走向成长和内在发现。这些天上的导师会在不确定的时期提供安慰，当你应对尘世存在的复杂性时，他们会低声给予你鼓励和灵感。当个体穿越人类经历时，有许多空灵、以太、实体出现在幻象之外。当面纱从你的眼睛上揭开时，你将开始见证始终围绕在你周围的生物的多样性。无论你的振动驻留在哪里，你周围都会吸引什么类型的存在。如果你陷入恐惧、担忧、忧郁和不确定之中，那么你就会吸引低等寄生生物。或者，如果你专注于提高你的振动和心态，那么你就会吸引美丽的光之存有，提供神圣的爱和指导。此外，人类每天经历的互动超出了人类理解的范围，存在着无数的振动存在，它们的影响巧妙地塑造了你的现实，而你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些看不见的力量在指导人类意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许多伟大的光之存有在引导你、保护你，并推动你走向最高的潜能。当你在这个扬声中旅行时，你的眼睛正在被打开，不仅看到你存在的物理平面内的真相，而且看到刚刚超越幻象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网络。我们爱你，并与你同在，在你通往更高光的旅程中与你同行。我们是卯宿星光之议会。谢谢收听。感恩祝福。